吵架。你好，我叫韩世宪。今天我要读的故事是我的中文小故事《吵架》，开始吧。吵架，小李和小田不仅是同班同学，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他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玩，一起上学，一起放学回家。可是上个星期他们吵架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小田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但是他学习不太用功，还经常开别的同学的玩笑。上个星期三，他们有数学考试。小李考得不好，没有及格，心里特别不舒服，非常难过。小田知道后，不但没有劝小李，反而在全班同学的面前笑话小李，说小李又懒又笨。小李听了以后，非常生气，脸都气红了，对小田说：“你的数学也不比我好多少。”说完就跑出了教室。放学以后，小李没有像平时一样等小田。也没有和小田一起去打橄榄球。回家的路上，他越想越生气。他觉得小田不应该这样对待他，真不够朋友，真不够朋友。没想到的是，小李刚到家，电话就响了。小李去接电话，是小田打过来的。他向小李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那样做，不应该在全班同学面前嘲笑你，请你原谅我吧。”小李听了，马上就原谅了小田。小李也说，我也不好，不应该跟你吵架。现在他们又是好朋友了。我现在又没有读没有拼音的，开始吧。小李和小田，不仅是同班同学，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玩，一起上学，一起放学回家。可是上个星期，他们吵架了，他们吵架了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小田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但是他学习不太用功，还经常开别的同学的玩笑。上个星期三，他们有教学考试，对不起，数学考试。小李考得不好，没有及格，心里特别不舒服，非常难过。小田知道后，不但没有劝小李，反而在全班同学的面前笑话小李，
说小李又笨又懒又笨。小李听了以后非常生气，脸都气红了，对小田说：“你的数学也不比我好多少。”说完就跑出了教室。放学以后，小李没有像平时一样的小田等小田，也没有和小田一起去打橄榄球。回家的路上，他越想越生气。他觉得小田不应该这样对待他，真不够朋友。没想到的是，小李刚到家啊！小李刚到家，电话就响了。小李去接电话，是小田打过来的。他想小李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那样做，不应该在全班同学们前。”同学们前嘲笑你，请你原谅我吧。小李听了，马上就原谅了小田。小李也说：“我也不好，不应该跟我也不应该跟你吵架。”现在他们又是好朋友了。谢谢跟我一起读这个故事，再见。